好，运动运动够了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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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运动运动够了
谁呢？原来是刀疤老六啊！来来来，下来下，从哪里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买卖招牌该换换了。二奶奶，这是你亲口答应的，三天之内。三年之内我也不换。我去告诉你们当家的，别太欺负人了，老娘不吃这一套。你答应也要答应，不答应也要答应啊。别小心，别往瓶子啊。你拼了，拼什么？你滚开，滚滚滚，你给我刀疤怒号。下来，下来，上，上上上上上上，给他拼了。太欺负人了，上啊。上了你拼了你、哎、你们他妈的，你们两个吃里扒外，养兵千日重在一招，平日我对你们也不错，怎么一出了事儿你们就哦，我明白了。二奶奶，你早该明白。二奶奶，谢谢你平常的照顾，这档的事儿双方都是朋友，我们不愿意插手的。他妈的，我跟你拼了。哎，我们想宰了你，可是我们老大舍不得。嘿，放手。哎，告诉你，别人的靠山是王二混子，他是狗，你们也是狗。狗。哎呦，哎。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干点什么？刀疤浩爷，浩子，你对你二大爷干嘛？
少爷，威风不起来了吧？哎，欺负妇道人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这是受命差遣，不是替人家办事啊！去！哎呀，谢谢你。不必客气。我敬你这一杯。你从哪里来呀？你要到哪儿去？你能不能留下来？我跟你一样，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。为了生活，成天跟这批红眼睛绿眉毛的人打交道。这种日子我过够了。如果你能留下来，我的生意按一天做五，分一半给你。答应我。刚才听二愣子说，那个王二混子当过汉奸。喝了两杯，好热呀。那个王二混子到底是什么人？关系重大，我不是跟你闹着玩的。是城外工厂的王经理送的。王经理？就是王二混子。王二混子？我知道王二混子什么变的，就是以前的大汉奸张梦俊。啊，混蛋，我中用了东西。哪来的冒失鬼？居然敢在大河镇砸我的招牌。那小子实在太厉害了。是啊，实在太厉害了。真是窝囊废。谁呀？你。我。哎呀，要不要他带一批伙计去翻本呢？啊，今天是礼拜天，厂里哪有人呢？你们这些饭桶都滚。是是是是。那走走，回来。那个人是过路的还是专门来找茬的？留下名号没有？听说那个人在杨仙那家喝了夜的酒，八成是不走了。混蛋！谁呀？你啊？名字也打听出来了，叫武雄。哦，武雄。哎呀，您认得他？
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。你留着吧，现在这个东西对我已经没有用了。这是谁的项链？到底是谁的？是我太太的。她已经死了，死得很惨。你回去吧。不，我没有家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店被他们放火烧了，二人也被他们活生生的打死了。奔波多辛苦，要在家这个时候啊。世界上也该有四岁了。你还冷吗？我真糊涂，大师竟误入了那批鬼子汉奸的陷阱。夺去我家祖传的翡翠发具，做好了圈套害我，为了我的武功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我忘不了，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的一场大火。我恨，我。
谢谢你啊。拿来。孩子，不要紧吧？不碍事，不碍事，只喝了点水。哦，快给大叔磕头，快。谢谢大叔。起来，起来。要不要到村里坐一下，换件衣服？不，我还要赶路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人家会骂我不懂事的。哎，好吧。请，孩子，这一次你大难不死，幸亏这位大叔救了你，你该感谢神呢。这人真了不起，这都亏了他。就他嘛，哎呀，你真了不起。要不是武先生，真不堪设想。就是好吧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愿天主降福你们一路平安。好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师叔啊，我们再见。哎，小三子，跟我回去了啊。谢谢妈。谢谢。真回奔大了啊，希望你继续多行善事，主会降福你的。来，来好了，太好了啊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来这边，这个拿馍，馍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坐过来，坐过来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位是钟先生。请。到我家去坐好吧。武先生，你终于找到你的孩子了。这位是杨小姐，我在路上认识的。孩子，叫阿姨。阿姨。好好，一块儿到我那儿去坐会儿吧。不用了，请。也有一些田地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不过，我还有些事要办。哦，办完了事，希望你一家人能回到这里来。也许，也许我能回来。这些钱？不，老先生，钱我不能收。哎呀，路上总是要用。我盘缠已经够了，这笔钱你就捐给教会吧。
这些都是干粮，给你们路上用的。去，收下吧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啊，您请留步。不，我再送你们一程。啊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是非恩怨，你一个人闯荡江湖无所谓，可是有了孩子，孩子总需要一个女人来照顾我。孩子，你说要不要跟阿姨在一起？不要。你看，孩子都答应了。武先生，他说的也对，我看你就答应他吧。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回到这里来。但愿，但愿能有那么一天。是来献宝的，哪来的？大爷，您还记得张佑俊吗？张佑俊，我正要找他呢。不用了，他已经……谁干的？武雄。啊？武雄，那个姓武的在水牢里关了三年，居然没死。哎，那姓武的是绝对不肯甘休的，说不定还会找上大爷您呢。他不找我，我还要找他呢。王彪，哎，带他去安置下。是。过来，大爷，这位是跟着我的小兄弟，叫简老七，秦大爷。秦大爷。啊，老毛在，把那古董店的老头给我带来。是。拿。放开我！走走走！你们放开我！走！你放开我！你这，钱大爷，戴老板，听说你要到衙门去告我。秦大爷，
我家三代经营古董生意，讲究的是信用。你前后拿走我三批宝物，周鼎、汉玉、玛瑙、翡翠，算本钱也该给我3000万流通币。可是你非但分文不给，反而说我的宝物是假的。本来就是假的。嗯，那姓秦的太欺负人了。好吧，就算是假的吧，那你把宝物还给我。那些假货都被我砸了。啊，好，我们到衙门去求个公道。衙门？现在已经不是日本人的天下了。姓秦的，行有行规，国有国法，我跟你拼到底。你干什么？退下。是。少雄睡了，他一直吵着要爸爸，好不容易哄他上床，刚睡。啊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去睡吧。孩子太小了，每次出去都不放心。你不放心我？你跟他娘一样对他好，我怎么会不放心呢？我这条命早就豁出去了，只怕为了寻仇会一去不回。一来孩子可怜，二来也连累了你。你能这么想就好了，为了少雄，我希望你除了复仇之外，也应该为孩子想一想。睡啊，韩大叔，坐坐。好好好，我听杨小姐说你想找工作。哎，谁呀？哦，是我啊，韩大叔。啊，这么着吧，我那工地上正缺人手，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去帮忙啊。你把那个递给我。老罗，上面好好吊着啊，别砸下来啊。我当心点。哎，老五，哎，怎么样？还习惯吧？还好。就看就惯啊。老毛，那边小心点啊！哎，那东西放那就好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好心。哎，好。哎呦，你这……哎，老爷，啊，怎么样？哎，当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别动。没事吧？抓紧啊，抓紧。来来，我们接你啊，不要紧吧？老五，把他抱起来啊！哎，来，哎，小心！哎哎，可怜，两口子都生病。慢一点，老爷。慢一点啊！
看看谁来了。怎么又送饭来？想讹我？不，老板，我怎么敢呢？不过这孩子太可怜了，他爹摔死了，他娘一直病着，经不住打击，昨晚上也死了，就剩下这么个小不点，希望老板能够津贴他们家一点棺材钱。他们家可怜，找我干什么？你是我用的工头，怎么帮别人讲话？可是，可是，滚！甭管，老板，我不干了。不干了，滚！走。大爷，武雄到镇上来了。啊，我知道他住什么地方。哦，很好。这一次不是他死就我活，这一次全看大爷您的喽。这一次我要让他烂在我手里。少雄啊，过来，爸爸不要你练拳，爸爸希望你平平安安的长大。为什么？大雄，听你爸爸的话，如果有坏人要欺负我，我不会打拳，那怎么办嘛？有爸爸保护你啊。嗯。啊，阿爸，阿爸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什么事啊？为了阿猫爹娘的事，老板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我辞了差事不干了。大叔，我去找他去。算了，你找他也没用，那人是铁石心肠，带他跑了一天，一点头绪也没有。大叔，这样好了，我还有点小事，你先拿去换了，给阿毛的爹娘办丧事。至于阿毛嘛，那太好了，就让阿毛跟我住好。啊，谢谢。快起来，快起来。爹娘，谢谢你们。人跟人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的。再说，韩大叔，您这么古道热肠，我们只尽一点点力量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你吃饭了没有？没有。还没有啊？那你等着啊。找工作，我真恨不得赶快长大，做工赚钱来养活他。
我也常常这么想。如果我们马上长大，那该多好啊！大雄，大雄，阿毛，明天见。再见，再见。
你总跑不了了吧？你就是五行的小娘们啊！
我就要条小命。爸爸爸爸爸爸，杀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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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还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心甘情愿地跟你们走。啊，行吧。爸爸，爸爸，少侠，我不要你走，我不要你走。我的孩子，你要听阿姨的话。到钟老先生的村子里去。多少天，多少年。